让村民坐前面，我们坐后面吧。村民先享受吧。我准备放一场电影，在这样一个地方，没有这样的形式，没有放电影，好像晚上啊，就不够这个丰富啊。我希望带给大家一种回到童年的感觉。杰哥，你小时候有看过这种电影吗？看过，但是小时候是拉布对吧？啊，对，小时候是有那个挂钩的那个布。对啊，里面有挂钩的布，拉着四个角拉着。然后那个风吹啊吹啊，哎，晃是吧？对啊。哎，丹姐，我是小赖。哦，等一下啊。好嘞。来，儿子。来来。哎呀，我第一次进你房间了。咋地，帅哥？没有啊，那坐这坐这坐，我坐坐，别啊！我说咱上 L 宅去唠一唠去。你想跟我去 L 宅唠？对对对。咱俩呀？对呀、啊。好呀，可以呀、啊。行，那咱们就七点上。好，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，一会儿。我确实没想到小赖找我，去 L 五。我们也从来没有就是很深层的聊过天儿。哎，感恩生活，感恩相遇。吃吧，我们俩开吃去。我发现你好奇怪啊，你真的很早熟好像。我吗？啊，没。20岁我觉得应该还很幼稚，小孩，可能因为你自己出来生活比较早。对，我14岁就离家。对，嗯，我听说练习生是非常苦的，是不是？身体上会累一点，但以我现在的经历跟高度，再回去看5年前就练习生那段日子的时候，就我会觉得其实那会儿的我很幸福。是吧？因为那会儿的所有竞争是在一个屋檐下，其实还是一个被保护的环境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都是小孩。对。但现在的我不是这样，现在的我是在一片天下在竞争，在与各行各业的人竞争，在于。我听说你现在好火呀！没有。我那工作人员那天还跟我讲了，我已经脱离了这个市场很多就是固有的标准了。其实我也想跟丹姐去分享，我也有一些现阶段的困惑。是的，就是我会觉得今天我要对于我自己的优劣势先有自知，就像我的优势可能就是我可以去塑造好一角色，我可以去怎么样，但是不仅限于我可以把所有工作都做好。你觉得你现在最大的优势是演戏，不是那个唱票了，是吧？对，因为我是后来才知道我有一定的恐慌症，这一个人群。对，就只要超过20人以上的群体，我如果说在我身边的话，我是会特别恐慌，心率就加快。哦，真的吗？对。所以短时间内我是回不了舞台这件事情。说回来，今天其实也最想跟丹姐探讨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的性格里面会有很多原则。但是呢，常常因为那些原则会碰壁。比如，你举一个例子。比如像咱们上次换衣服那件事情。大家都没去换衣服吗？要做这个事之前，你在昨天会上就提前跟我们说一下，就是我们15个人之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，就并不是我们跟导演组发生的故事情节，这是属于我们的。然后去呢，就是跟大家说，就下次这种事情得提前通知，然后我们就回去换衣服。就是当时我们其实都是这样想。你们为什么不高兴？这提前通知，通知不通知，你穿件衣服，换一下衣服，几分钟的事儿。就是我是不想分析别人怎么想，对，我只说我所看到的是，就是咱们都有15个人的群，就提前通知他是，哦，我是屋长，我想干这件事情，我可以像王姐，她 dress code 的那个东西，她多早以前就发在群里了，就是你可以做到，但。你说你做不到，那我信不了。就是我是因为那一个点，我也觉得那我就不好意思，我接受不了。这个我就不能理解你，这我必须诚实的说啊，因为陈他其实只是一个默默给大家做事的人。陈晨也确实是害怕，在我的眼睛里，
他非常弱，他的气场。他之所以后来我们大家都同意换物长，是因为召集大家会议，他说我不着急，我着急不起来。这个是非常真实的，你知道吗？他的确着急不起来。在我的眼睛里，你跟汉哥的气场要比陈真诚大很多，我说心里话啊。所以你是要参加吗？我们俩现在正聊到最关键处，他们来捣乱了。最关键的是哪儿？最关键什么呀？我们现在正聊受头那天那个最关键阶段，原则性阶段，然后聊那个。哇，你俩吃的红烧肉。他们来，他们是总是在关键时候捣乱。就咱俩那天，他们也是。好了，我觉得啊，没事。其实，啥事儿都不是事。不是，姐，但是这也就是我刚说的嘛。我常常因为我的一些原则碰壁。你认为那个是原则，但实际上作为在一个集体里最大的原则是什么？是所有的工作人员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好了，所有的机器全都买好了，然后就因为没有提前通知你三分钟就把它穿上了。不，但就是我今天探讨的问题、就是、而且他是一个很弱的人，他没气场。你说你能就因为，然后你的原则是你因为没有提前通知我。不，我的原则是推卸责任。当下我的原则是你的那个根本就不是原则，我认为啊，不，你继续下去还会碰壁。我说啊，我们啊这件事儿就过去，因为谁也不会在几天之内就改变性格。对啊，而且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个性，都不是不好。不是，所以我也你也不用改。因为我本来以为随着时间它就过去了，慢慢，因为大家人跟人的认识，它得需要时间，也得需要经事儿，经了事儿，慢慢大家就磨合了解彼此是什么人。你说呢？有的时候你把它挑开了，捅破了，你可能好事儿，就得过事儿。哎，我一看来的全是你们俩，哎，一看都不是我们那头的。我现在有一点孤单的感觉。没事，三姐，都是你的人，都是我的人啊。对啊，是啊，你们走了，这不行了。哎，过来一块儿喝一杯，汉汉不走，你坐这喝一杯来，咱聊会儿吧，我想跟你聊会儿。不是啊，哇，汉哥也被拉进去了啊，我们得去看电影了吧。